时间像细沙，不知不觉从我们之间滑下。过往的梦啊，心之所向，牵引着我们到达。听音乐已经奏响，看灯光已被点亮，公墓晶莹的璀璨光芒。掠过每一个熟悉的身影都在发光，不管多久依然滚烫。来吧，一起随梦远航。当我第一次看到电视，就在那一刻开启了我时至今日都不曾改变的演员梦。小时候爱坐在屏幕前等待那些绚丽的精彩，广告也不肯换台。长大后奔波在片场，让自己接受重重的磨练。小伙子表现还不错，剧组的盒饭里有梦的味道，其中的酸甜苦辣不断发酵。梦想不再遥不可及，在荧屏里看到了我的姓名，我的身。当然，如果还有机会，我还想成为他们。给我个机会，可不可以？不然一起去爬山也行。瞬间的循环永不停息，拯救彼此永不放弃。再说只不过三十而已，他们推搡我来守护你。人世间永不消散的真情，就在平凡的岁月里。新的时代诞生着新的经典，感谢有梦会发光的你。有梦想会发光的人，还有他们。有请今晚的提名嘉宾，有请黄轩、热依扎。有请吴越、雷佳音、樱桃。有请杨硕、严炳彦、郭京飞。有请金靖、任鲁豫、刘静。有请刘奕君、王阳、程泰深。有请马丽、于和伟、王小磊。有请丁永岱、萨日娜、宋春丽、马少华。有请主持人何炅。的美梦，今天成就更美的光阴。
是我们的梦想，更是我们初心，构筑最美的梦境，一棒一棒传递下去，向着中国梦前进，许下我们的约定，追逐光如影随行，成为光闪耀前行，成为光闪耀前行。